你个王平或者马叔，马叔啲土喺属狗度，哇！但系一粒都冇啊！哎呀，一粒土都冇，呢个真系估唔到。搞就应该冇嘅，因为搞就出晒啲红牌系嘛。哇！你潘凤孔融大佬过咗咁多张牌都冇，真系莫名其妙啊！呢铺莫名其妙，应该输噶啦，头先个铺应该输，打唔赢。又斥令啊！普普咁样斥令真系，唉，两个艺儿先。喂，呢个系咩意思啊？开斥令自己扣血。哎哟，你哋做紧乜嘢啊？捉容你出嚟托咩，大佬？两群两艺啊！这个一号位操作都是右手，开个斥令子扣一滴血食粒土，跟住不做嘢啊！怼佢啦，唔杀，仲唔怼？绿皮狗，点解唔烧啊？呢个肯定要烧啊！诶，点样托管啊？呢个蔡文姬牌都唔好啊！牌都唔好，呢个蔡文姬又系自以为是托管，唉，唉，好鬼坑啊！好似就系。杀！哇，今日唔掂啊！今日全部系俾人坑。今日点算啊，大佬？开始个铺赢咗铺群雄，梗系全贵啊！六连贵啊，阴公猪咯！头先个铺系咩？群雄七连贵了。真系玩条毛毛咩？呢个国战咁乸难玩嘅。弱将当然出。一胜七负，大佬黐线。六皮狗玩死自己啊！六皮狗，信唔信六皮狗咁多位？信不信？六皮狗玩死自己。统御失礼，鼓风灯，战士无忧啊！又开下一场啦嘛？哇，预感点解人哋仗咁 Q 强噶？点解啊？金甲锐兵不足以为强。两张杀啦，可以啊呢、這个。张飞嗰时候唔见咁多杀啦，而家你沙神啊，要啲装备嘅时候，俾两张杀你。诶，佢咪用千幻嚟噶梦幻？
唉，100刀都冇，咪真系个运气咪差到咁啊！我想问你落街马托咩，大佬？唔知你落街马做乜鬼？你唔系应该攞日代劳咩？呢、這个时候你要进攻嘅，你仲防守，大佬？你攞日代劳会好啲啊！因为我用日代劳，其实我系嘥紧一张牌。你帮我过牌嘅时候，我唔会嘥牌。你冇打群啊！魏国赢噶啦，讲真，开个桃园算啦，系唔知点做。点解咁难玩啊？桃园结义，唔知祝融想点？战机瞬息万变，需乘胜即袭。冇人知，我都唔系好知佢想点。卡完一大轮，其实你唔系好明佢做紧啲乜嘢。呢个可以烧嘅，我觉得想留翻都冇所谓。吕布啊，原来系，原来哇，人哋攞魔万箭，睇下我哋吓，我哋过咁多张牌，我哋摸到啲咩？六张杀。呢、這个咪张角咧？呢、這个张角肯定劈我啊！如果系，定系劈于禁好啲啊？可以劈于禁会好啲啊？但唔系啊！佢头先托管，即系大嘴放箭嘅时候，佢托管，所以应该唔系张角，应该唔系张角，应该唔系张角。可以啊！呢、這个。靠你张蓝盲食糊噶啦，讲真。如果我同祝融嘅位调一调啊 ，very nice 啊，但系冇啊而家。借刀杀人，
想收佢呢个邓艾，大家点睇？哇，嚟咗张万箭咁啊，发达，但系于禁都系好烦，都系收唔到。要等佢哋磨多阵先啊，等下一 round 啊，等嗰个时机再成熟一点，佢哋再嗰个状态再削弱翻多一啲啲，再出手啊，再出手啊！而家感觉呢个庞统真系极级菜，点解我啲咁 Q 弱嘅队友啊？瞬息万变，举乘胜之旗，这是老天都眷顾我们呐！这是一个舞刀的杀神。哎呀，这是一个舞刀的杀神。抌狮子咯，回一回血咯，系可以啊呢、这个。换把五六剑，蔡文姬系咪冷卓咧？佢想收个吕布嘅感觉，希望吕布杀都冇。青灵战场来了，比为三军不留帅。幻化之物，终是算不得真。杀杀！哇！呢个危狗开始要搞一搞啦，再唔搞危狗冇得打。要搞艾狗嚟噶，要搞艾狗，好似 G G 嘅又。但系我会食菜咁多位。OK 啊，呢张无懈打啦 ，very nice 啊。优秀嘅祝融，真系优秀。蓝眼放唔到而家，顶嚟啊！真系，佢仲要断我沙神。诶 ，OK 喎呢个，可以喎呢个。无风灯，战士无忧啊！爆一爆得唔得啊，大佬？乜咁难爆嘅咩？爆一爆啫！诶、欸，佢做咩唔烧嘅？佢冇基本牌，自相残杀，全黑血等放箭，有人质啊放唔到啦，讲真，点放啊？菜再不敢放。为国为主，竟蒙此冤。诶、欸？唔错啊呢、這个，唔错啊，唔错。fuck， 我将蓝蛮入侵，我顶你。哇！仲有个华佗，真系顶你运气咪差到咁啊！送熟送熟啊！快送熟！
单人杀你咩心态吓、啊？你唔劲咩？因基于咁唔劲嘅，因基于咁唔劲喎！你讲到就哇，真系一蓝牙侵去咗边啊！顶你啊！真系，唉。哇！南蛮喺度话赢呢铺又系，呢个火攻 O K 嘅，但系佢应该系黑牌嚟嘅。佢会梅花，看我一招铁骑力孤独，五谷丰登，无懈可击。看我一招铁骑力孤独。哇！恩基攞咩啊？哇！攞咗红心杀。哇！机智啊，我哋大佬，好彩够机智，好彩够机智呢一铺就系。